诸位同学，请看《密训世界》第六个名号，或名真实语。我们看到这个名号，佛在此地提倡说实话了，不妄语啊。密训世界很不错啊，这个世界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，诸位一定要晓得。那么一个大千世界里面，诸位想想，有100亿个小世界，这么多小世界里头，每一个世界都是上善人居住，这个少有啊。啊，迷信这个世界，我们想象当中总是善多恶少，啊，它还是有不善的。我们娑婆世界呢，说老实话，恶多善少，不能说没有善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的报土是净土啊，是纯善、纯净啊。但是这个大千世界里面100亿这个小世界啊，从这上说啊，善少恶多，迷训世界啊，也是有100亿小世界。在我们想象当中，那个世界善多恶少啊。那么佛用真实语就说明，这个世界我们常讲啊，此时此处啊，啊，时不能不说啊。我们这个地球上，古时候的人诚实啊，啊，不打妄语啊，不开玩笑啊。这个事情我们能相信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在20世纪，上一个世纪，前半个世纪，人，这个人心呢还相当的醇厚啊，比现代人后代厚道多了。啊，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常常听老人说，世风日下了，
啊，感到很悲观呢、啊。不如从前呢、啊，我们要说半个世纪，半个世纪来说呢，啊，它不如十九世纪的那个时候。我们在这个一生几十年时间的体会，我们能懂啊，前人说的这些话了，这含义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啊，确确实实一代不如一代啊。什么原因呢？原因出在教学上，那个时代虽然不好啊，已经世风日下了。其实世风日下，孔老夫子就说了，就非常感慨地讲了，孔子出生2500年前呢、啊，啊，他非常感慨那个时候的世道人心呢，远远比不上尧舜禹汤那个时代。所以在前一个世纪，这个社会上还读圣贤书啊，对圣贤书还很尊重啊，有心学习。啊，那么虽然学，他禁不住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的诱惑，所以他虽然学了，他做不到。这是真的。啊，这就是世风为什么日下啊，时至今日，圣贤的教诲通通抛弃掉了，不要了。西方人再也不相信宗教了，再也不相信有神了，相信什么？相信科学。相信名闻利养，相信五欲六尘的享受。啊，相信竞争、斗争、战争。啊，相信强者生存，弱者一定要灭亡。他相信这些。跟古圣先贤的教诲完全相违背呀。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，后面一句话都不知道啊！啊，后面是什么话呢？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！他不知道，
你跟他讲，他也不相信。啊，他不相信，反而掉过头来说你，你迷信。啊，所以，李老师讲啊，今天诸佛菩萨神仙下凡也救不了。西方宗教许多古老的预言家都讲到这个时代世界末日啊，末日必然是有大灾大难啊，史无前例的灾难啊。那我们今天学佛听了这些话，我们会点头肯定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灾难不失上帝神对于众生的惩罚，不是。如果你说这些话呢，这些话真的是迷信啊，也不是佛菩萨降罪给你，佛菩萨大慈大悲啊，不念旧恶，不憎恶人，佛菩萨怎么会怪罪你呢？是你自己的恶业感召的恶报啊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，啊，这个世间走向末日了，天灾人祸一起都来了啊，什么原因造成的？众生的恶业。佛法里讲，众业所感。这麻烦在这里啊。啊，那我们要怎样挽救呢？嘿，这个名号好，真的挽救。大家都说老实话，都不要再打妄语，不要再欺骗人，物业就转过来了。啊，我说话不真实，依旧在欺骗别人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今天的心行在助长末日赶快来临，不就是这桩事情吗？啊，改过自新，回头是岸，不在别人，在我自己。别人转不转是他的事情，我知道了，我立刻就要转。佛法中说得好啊，共业里面呢有别业，不共业。世界末日来了，共业。啊，但是共业里都有别业了，有不共业，不共业的人不受害啊。啊，这个不共业的是什么呢？其实许多宗教预言里头也说，善行人不造恶业的人啊，信奉圣贤教诲的人啊，啊，圣贤的教诲要真正能信
能解、能行、能证，那你跟这些众生不共业啊！不共业，你来到这是干什么的？啊，我们细心去思维、去观察，你来到这个世间呢，就是教化众生的。啊，众生作恶，你不作恶，你做出这个样子给他看；众生不肯行善，你在这行善。啊，你对这个世间起了真实教诲的作用。啊，他们听了看了，有没有觉悟？那是他的业力。他的善根要深厚，业力并不是很强，他看到你了，听到你所说的了，他会觉悟。他会发心向你学习。你能，我为什么不能啊？在佛门里面，这么多年来，许许多多地方同修念佛往生的瑞相，我们时有耳闻。今天台湾有一个同修寄了一份资料给我看，是从前华藏图书馆的一位老同修，最近往生了，欲知实质。坐着走的，这个老居士不认识字啊，我们在景美建了一个华藏图书馆，每一个星期念一次佛，平常讲经，他来听经，他来参加念佛。因为文化水平很低，经他听不懂，但是念佛很认真。最近他来了个表演呢，表演给大家看看。没有生病啊，他告诉一般同修说他要往生，他要走了，你们大家要帮我助念。走的时候真的没人帮他助念，又也没有人知道他要走，看他身体很健康嘛，说要走了要走了，是开玩笑的事情嘛，没有人把这个事情当真嘛，哪里晓得他真走了。
啊，盘腿打坐走的。这些人都是给我们在表演呢、啊。人心地厚道善良，这大家都知道的。啊，我们把这个报道希望重新打字，放在我们网络上，供养大众。很难得他还寄了一张照片来，啊，我看到照片我认识人呢，我们离开台湾6年了，啊，要不看到照片提起这个人我想不起来，看到照片我知道了。啊，他来教导我们，特别是在现在大乱之时啊，灾难频繁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啊，一次比一次严重。啊，不求往生，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啊，你不肯依教奉行，你就不具备往生的条件。啊，我们修行从哪里修？古大德常常说，从不妄语时，啊，从这里开始。这个话讲的非常非常有道理。戒经，佛常常教我们守口如瓶。佛常说，许许多多人修行的功德，啊，都从口里头流出去了，流掉了，修了一辈子，什么功德也没有。啊，那什么原因呢？喜欢妄语、念舌、绮语、恶口。啊，这四种是最损功德的。啊，所以我常讲啊，别人欺骗我们，我不骗别人。啊，别人对我恶意的造谣、生事、毁谤，我们以一味真诚慈悲待人。啊，你要问为什么？我自己要把这一生短短的时间
修佛道啊，要走成佛的道路。佛道里面没有妄语，没有念舌，没有绮语，没有恶口，这四种口业是三恶道，不是佛道啊！学佛的人还要造口业，把自己的佛道毁掉了，不是别人毁你，自己毁自己啊！你那个样子像学佛，其实你是在修三恶道。十不善业，你看看佛在经典里面常讲，无逆十恶，无逆十恶是地狱里面的阿鼻地狱业。为什么要干这个？干这种业，那真是愚痴到极处啊！不孝顺父母，不尊重老师，现在这个社会上很多啊，批评父母，毁谤老师，自以为是，这是造阿鼻地狱业，那不是走的佛道。佛道、菩萨道，乃至于声闻缘觉，甚至于天道，天修上品十善，天修慈悲喜舍，所以你自己要冷静去想想，去观察，你走的到底是哪一条路。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呀！劝你学佛，劝你在这一生当中成佛。你为什么不觉悟？为什么偏偏往地狱里头钻呢？真是语是入佛门行佛道的第一关键，这一关要不能通过，你怎么能入得了门呢？现在人胡作妄为，真正是忘恩负义啊！父母有养育之恩呐，不知道报答，轻易毁谤，
老师教导之恩呐。佛在经上讲得很好啊，父母生我的生命啊，我这个生从父母得来的呀、啊，有养育之恩呐、啊。啊，佛菩萨给我们的聪明智慧、法身慧命，得自于佛菩萨。啊，轻易的毁谤三宝，批判三宝。自己不信，那也罢了，还要影响别人，啊，诱导别人退心，啊，跟你一样去毁谤三宝，这个罪业太重太重了。尤其是身为佛弟子，无论你是出家身份或者在家身份，啊，你还登坛说法。在佛的殿堂讲堂上回谤三宝，你冷静去想想，这是什么罪业啊？你不是学佛的身份，那个罪轻得轻一些啊，是学佛的身份，受了三规，受了菩萨戒，穿袍大衣在讲台上毁谤三宝，侮辱三宝，世出世间的罪过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。中国古人常讲忘恩负义，真的无过于此啊。佛弟子每一天诵经回向里头都有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会念不懂意思啊。四重恩是一切众生与我都有恩啊，啊，有没有人曾经想过我这一天日子是怎么过的？我喝的水，我吃的菜饭从哪来的？
你要能想呢，你就知恩了。啊，我们居住的房子，在这个讲堂教室里的学习，这场所从哪来的？啊，多少人供养的？有间接的供养，有直接的供养。无论是直接是间接，对我都有恩呐。少一个人都不能成就啊。我们拿什么报恩？啊，愿以此功德，什么功德？不能用造业来回报啊！啊，人不能忘恩负义。儒家教人，啊，印光大师给我们提示出来啊，顿伦尽分，贤贤存臣，这八个字怎么讲法？那是人道，你要能做到了。你这一生不是人生啊，做得好，你来生升天呢，你得天生呢。你没有修禅定，色界天没有份，欲界天有份呢。但是你要记住，欲界天人都是修上品十善，四无量心，慈悲喜舍，他不是恶人呐。人中现在善少恶多。天上善多恶少啊，恶很少很少。啊，善人多。如果我们自己扪心自问，啊，反省检点，如果自己来生连人生都得不到，还谈什么呢？人要修中品十善，啊，五戒不缺，中品十善能保住人生呢？这真实语啊！圣贤人的教诲，句句真实啊！我们居然一丝毫警觉心都没有，这怎么得了？
今天我们读这一句名号，我们感触很深很深。啊，我常讲，从自己做起，不问别人。啊，自己同参道友都不问。啊，不放在心上，只顾自己。自己做好了，影响别人就是化他。啊，自省就是化他。如果只是劝别人，自己不做，两边都落空。啊，自己不得真实利益。啊，从前李老师常讲，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，你没有办法转你的业。啊，对别人呢，别人说你教我，你自己都做不到，人家不相信啊。自己做到了，你教别人，人家看看，哎，你所说的跟你做的是一样的，他才会点头啊，他才会认为这不是假的，假的你不会去干的。啊，所以自心就是化他。化他一定要自省，自省化他是一桩事情，不能够分作两桩事情啊！分作两桩事情来看，那你就错了。言语真实了，慢慢不善的意念、不善的思想、行为，逐渐逐渐就容易改过来了。所以古大德这个话说的非常有道理啊，改过自新呢，从不妄语开始。我们能够坚持这一点，自己一定得受用啊。啊，从这个地方建立自己的德行。啊，奠定自己学佛的基础。下面第七个名号，何名得自在？这些都是就像每一段经文后面所说的，令诸众生个别之见。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啊，得自在，使一切众生所羡慕的、向往的，怎样能得自在？啊，那你就要认真的去反省一下，你为什么不自在？
你要想不通，你再去看看佛在经上怎么说的。佛讲啊，众生所以不得自在呀、是被一切烦恼习气所缠缚住了，你怎么会自在？烦恼习气时时刻刻现行啊，他叫你做恶业，起心动念什么念头呢？损人利己，是这么个念头啊。念如是，言行是他的工具啊。言行来执行啊。造业啊，造损人利己之业。你怎么会得自在呢？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他们真的得大自在，善巧方便，无量无边的。你要细心去观察，你才能明了。啊，粗心大意，你看不到，你也听不到。当然，更不可能觉察得到。真正细心观察，你就知道。事先种种不同身，最明显的佛在这部大经后面为我们所表演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那五十三位都是诸佛如来在表演，在示现。你看身份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无疑不自在啊。啊，这得大自在啊。那么他自在从哪来的？老同修应当知道啊，自在是从放得下来的啊。我们今天不自在，为什么不自在？放不下，
不但事法放不下，佛法也放不下，你怎么会自在啊？金刚经上讲得很好啊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那个法是佛法了，那个舍就是不要执着啊，把分别执着舍掉放下了，你就得大自在。那么我们想想，我们现前念念妄想分别执着不但放不下了，还非常坚固的执着它，如来给我们实现啊，他不但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，不再分别了，连念头都没有了啊，这个才得真自在，真的圆满呢。为什么他能，我们不能？他觉了宇宙真相，所以他放下。觉了就是看破啊，我们对宇宙真相完全不知道啊。啊，宇宙真相佛在大乘经论里面讲的太多太多，我们实在讲呢，业障太重了，习气太深了啊，常常听大乘经教，偶然好像觉悟了，清醒了一下子，但是时间不长，只有几秒钟啊，几秒钟过后啊又迷了，原形毕露他怎么能自在呢？这个地方我们要说一个非常现实的事情，那就是讲到我们当前灾难的啊，老师教我们要求生净土，往生的人都自在啊，站着走的，坐着走的，欲知时至啊，他为什么会走得那么自在呢？那是得自在啊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看得破放得下，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挂在心上啊，啊，他才能成就啊。只要有一桩事情挂在心上，就变成了障碍啊，一个障碍会引发许许多多障碍，特别在临命终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临终的苦相啊，这个就是死苦啊！
啊，得自在的人，他死不苦啊，他很快乐嘛。身体柔软，面色不改，自在的相啊，这是真的，这个不是假的啊。我们学佛，如果连这一点都没有学成，这一生别过了啊，你还是要随业流转。很可怜啊，也很可悲，很可怕。现在时间到了。